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礼运大动篇。大家好，早，咱继续来讲解《礼运大动篇》。整个世间的和谐，建立在礼之基；家庭的安定嘛，建立在礼；社会和谐嘛，建立在礼。尤其国家安定，世界大同，世界天下太平，嘛拢建立在礼。所以我們今天要繼續來講解禮運大動篇。我們禮已經說了，禮是我們社會安定的基本原則，禮是我們人生道生活生性的不二法門。我們對人如果沒禮，任你說名聲穿到多好的修行的衣服，也騙人的啦，也骗人的。咱修行的人，受人所未当忍的，叫做修行。忍人所不能忍者，为修行啊。但是咱现在社会人，名声看到我都修行，但是呢，咱真侪人。人讲一句话，你就甲抄甲因家五族八地，拢甲抄来，这种个名声是修行人。咱来了解，咱个话都笑下就好啊。咱卖差别，咱闪一边，因为咱无智慧，目睭白无金，去惹着遮个，你甲咱考验个。那么咱闪者，咱当下，咱爱。忍辱让，忍辱让，一时你就会自在。相对以后，咱就唔通过去犯着遮个，想办法来忍、来辱、想来让，遮是咱家己所找个。天下间别人无唔对，拢是咱家己唔对。若是你讲伊做无你个，是安那，别人袂惹你，啊，伊袂惹别人，干那惹你，一定咱家己有唔对嘛？咱啥物惹别人？人伫遐困难道理，啥甲我吵起来？心内一乌的水，平平静静。你啥咧讲一句话、两句话，共等入去窟内底拿垃圾啊？等伊乌底，互人心内起一个水涌、水波，互人袂安静。咱是安那袂安那做？这就是我们人自己有智慧上的问题，所以礼者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之上。所以我们要礼是一定要有智慧，要有智慧嘛，一定要有礼，礼跟智慧是上等。那么我们要运这个礼，礼是相关的境界，这个运，运在五官，目睭所看，耳仔所听，鼻所感觉的，嘴子所感觉的，心内身躯所感觉的，五种叫做五行。五行因运转在咱的心内，运转在脑海内，然后运转在你我，甲咱周围身躯边的亲戚朋友，社会之上，这叫做五行。金木水火土的五行。无重要，上重要，在咱的人眼、你鼻、耳、鼻、嘴子，咱的身躯的感觉，进入五官，咱人来自灵魂投胎来伫世间的时，咱拢有这五种的
五官呢，甲咱控制，嘛是伫互咱运用这五个，咱若用会好，就是神圣佛菩萨；咱若用无好，咱的身躯五官，咱合作五个魔甲咱对调诶。所以真侪人去问神、问通灵的，哦，你身躯的五个魔甲你对调了哦，你爱改爱戒哦，要安怎改？就改掉歹习惯啦。爱戒，你用诚心，用诚心来改过，反省、忏悔或者戒，或者爱改爱戒，改掉歹习惯、改行为。爱戒，爱反省、忏悔，将实实在在的成果提出来，和神、圣、佛、菩萨做讲啊，和大众看哦。我已经我歹习惯，我已经有改啊啦，或者坐，那无要哪坐呢？无可能个代志，要甲你坐的人，伊要都比咱较老呢，伊嘛要都默默收呢。啊，三顿啊都过无好势，要甲你借啥呢？啊，伊个烦恼都比咱较济，有啥要替我，我都替你坐呢？这骗人个啦，社会。不过，咱不用讲伊骗我，我无智慧才会骗你。别人啥都不要骗你，你我都是要骗，因为我家己无智慧，家己无了解一切法，所以我鼓励大家来学易经。你来学易经以后，你就真较袂向骗你啊，防骗嘛较少。易经是咱内在本来的大智慧嘛，大无计划，易之大道为大嘛，易之道为大。所以大家就是我们的智慧，无量无边宽阔的智慧，跟我们的生命为大。所以各位，我比较欢迎说，啊，我们全省到处都在开课啊，你若有时间吃，你就来，大家来学易经嘛，做人处事安心。台湾电视现在开始，六岁开始，正月七十开始，咱提倡大家学易经，做人处事会安心。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是点心。大家学易经，修行道上可见性。可见易经即是大，若是咱大家拢有法度了解易经的真理，咱因甲知影过的时，咱一定得到同款平安和谐的果位啊！啊！平安和谐的心境甲心安，若是咱若无了解易经所造成的烦恼呢，咱嘛同款得到遐尼济遐尼济的烦恼，这就是动的带动一动，这是动定的高位甲烦恼。各位师兄师弟，说礼运大同，以礼为主。然后呢，咱用礼来运转咱的命运，用礼来运转咱的人生，用礼来运转咱社会的和谐。若是社会呢，大家拢会晓有这个礼的基本认识的时啊，我相信。咱大家所得到的高位，拢是当顶欢喜的高位。所以礼运大同，大家是一大无计划的智慧为大，这是一。一就是包含着三千大千世界，二十四亿四千六百局，一点点滴滴的人生，唔是干那八万四千的法门之一尔。所以咱要学的是不够多，就是大啊，大到无限的空间，小到无限，无法度去了解心灵，自己体会咱的心灵的世界，烦恼嘛好，欢喜嘛好，颠倒梦想等等的，拢是世无其来。最后阶段就懂。懂世界大同，
当家是国呀，哈，国家政府家所讲的正定正觉，哈，过来就是平等之国，平等，平等之国有善国甲恶国，所讲的三世因果经，这是为同。正什么善因，得什么善果，才为同。曾经咱就是信徒先生，伊是真正慈悲的老菩萨。啊，伊咧去到什么事？我师父啊，我这一年来，好，我无所求是无啥，我都会当好人，尽量好人。我会当做善事，尽量做善事。我会当人救济，尽量救济。但是我无出名。啊，我已经做来做三四十年啊。这四十年来，我无计较一切的得甲失。亲戚朋友，拢甲讲说，你遮尼戆哈，遮尼安怎安怎？伊讲啊，无要紧啦。哦，咱也无欠啊迄碗饭，也无欠啊迄刀米，也无欠啊迄石米。咱互人食，迄可能是前世人咱的老爸，你知影无？或是咱阿公，或是咱的囝，或是咱有恩情的人呢？哪有会出面头尾讲啊？哪有啥？你讲到遐，有够憨。迄是一个考验，那我这位老菩萨呢，伊嘛是接受都无去考验，讲是讲你的，我做做我的，一般有个人呢，是无迄个耐心的时阵讲两句，对啊对啊，那我那讲要创啥，结果伊唔是安尼，我付出付出付出，只要我身体健康，我身体安宁，我家内大细人平安，安尼我就好啊。一家的救安尼尔，我无求明仔的富贵甲荣华，我只求明仔的平安甲健康、甲幸福、甲光明。那么这位老婆子，一家呢安尼尔，求明仔幸福、健康、平安、个光明、四大宝，安尼尔。讲话听了，好，我足欢喜，我足个感恩，我讲谢谢你来甲说法。以上啊，好，我会做，我会教你安，我会学，我尽量学习布施，学习去付出。结果前几天呢，还足欢喜的来讲师傅啊，我的囝伫德国考掉医生，啊一个伫英国考掉医生，啊我一个查某囝伫美国考掉博士，我另外一个查某囝呢伫加拿大啊硕士毕业。那要读博士啊！啊，我这些年来，因拢出嚟，冇得个提钱，拢应该去拍拼啊！所以这些年来咧，好，我都尽量会当做出，我就尽量食头咯。我退休了，要去共做工，做工的钱，我来买米、食米，好出面头尾艰苦的人无通食，好因食。哦，我认为讲啊，因家呢，袂当做工课，艰苦才学以上。因的健康拢好我，啊，我来做工课，买米给因食，安尼我足健康诶。哦，我较赞叹，较感谢，我谢谢你来甲我教示，我会学起来。所以这学以上呢，伊得着足健康啊。啊，出面头尾甲笑诶人，一个伫咧破病啊，一个伫咧死啊，当然人拢爱死啦。你死了爱有价值，死了爱有心安。你讲你斤斤计较嘛爱死，你无计较嘛爱死。哦，啊你斤斤计较咧，啊死会感觉家己心都袂安嘛。所以各位咱来世间，社会国家荷兰已经有够济啊，社会荷兰有够济，咱爱要知恩，爱要感恩，也要报恩。那咱所得到过。即是善果，善果。若是咱啊，
未晓去做善事，所得的恶果，这嘛是当的。鬼大天拢未晓做善事的，所得的果报拢同款的，叫做当啊。咱鬼大天也要做善事的，咱嘛是同款得着心安。所以咱基金会在台湾人中国人间共净土功德基金会。咱所有会员，你每个月100元的扶持，予咱有这时间来讲解着个性先天的真理甲妙法，用伫生活之上，用伫社会之上的事。那么恁的功德，所得着功德，拢共款的，拢是善果。咱委员呢，啊各位呢，咱继续扶持咱这个节目，扶持咱这个功德会，每个月大家加入。100元，咱都我都转这个法轮，这是咱无上的荣幸啊！我以十方成第七，内运大动篇，世界要大动。理念一致，行为一致，思想一致，慈悲一致，吼、哦，咱发的虔心一致，名叫做大同。你要做到慈悲，一定爱以礼为主体；那么要做到有礼，一定爱平安。咱所徛的爱知影因，知影果。你若唔知影因，唔知影果。唔知天时，唔知地利，要任何都做袂起来啊！三才上伟大，天时、地利、甲任何，任何是上尾啊！天则伟大，地则为殊胜。好，那么过来咧，咱任何跨在其中，所以咱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，伊是真有智慧的人，伊嘛是。刚指点到伊个整个个事业，有一天伊家己心内想，我都甲真个斗三工，甲伊个整个公司个理念、公司个缺点，吼、哦，我都甲提起起来，是安那，尾仔要做袂成功，到尾发觉啊，天时地利呀、啊，啊，天时啥，时间唔对起啊，唔知影这个事业。是不是这个时阵所该做的？第二，啊，我在这个所在，是不是该我去做的所在？这个所在都拢干那吃鱼吃肉，你们去个开一间素食餐厅，那有生理无可能的代志嘛？好的，第二，哦，这伊讲要五啊，我知啊，天时地利不合啊。你敢那重任何，重到你满头壳的计划，满腹的智慧想法，但是你无了解到每一个所在生活的习性。所以讲师傅啊，我每到若有人去遐开素食的，拢倒，我这因为地方的风尚嘛，因为到你听到咧。像这种现象，世间的人嘛有够多，所以咱要了解天时地利来学易经，大家来学易经，做人处事安心。咱全省到处拢咧开易经班、易经大学，到处都开班。咱若若是加一口罩的人，平安顺遂，国家减一损失，台湾电视公司咧嘛加一件的功德。咱这节目唔是讲满山平的，哇，那的道理啦，道理人人也要讲，但是真理是多余，哎，我都行会出去咧。你若行袂出去，你满山平的道理咧，是就抓好人死尔嘛，根本就无可能得到平等一致果嘛。所以同者，就是平等之平等之果，平等的果。有善果甲恶果，平等，你若无智慧，得到这个平等，同款失败的命运。咱若智慧，
得到同款成功的命运，这就是同嘛，同就是故嘛。有曾经咱就老信徒，吼，伊带伊朋友来到新闻室来拜老祖，去问咱哈大雄宝殿，每一工咱都发书伫遐论职，为大众解决问题。其中伊就一工来问，咱个法师咧，大家都修了真好。伊讲：“哎，和尚啊，啊，你这个人，你做这事业，早就了钱啊，你是要要搁做？吃者，意思我为着民主啊，啊，为着民主咧，哦，无做袂使哩啊。哦，和尚啊，你这民主失真大咯，无该做你去做。”逆天逆地灭个老爸啊啦！啊，你爱顺天意，你无顺天意，你要如何会成功呢？到最后来失败来，迄阵社会就乱去啊！缩缩收起来，贪也未安全，失败个哒哒哒，要不到将计会财产卖卖，我就行人跟你收大啦。伊就搁再过两工啊，伊唔相信，就搁走来问我：“师傅啊，你看我是哦，嗯，啊，你好收单，你要创啥呢？甲你切者，哈？那法师甲你讲讲无啊？啥代志哦？常常就讲我听，你都根本都是未做哩嘛，是啊啦？你是发明跟叫物件已经过时去啊嘛？过时去的物件，人已经进步三千多来。”你甲接到你爱安怎？人爱对人啊，无可能个代志嘛，这就无智慧嘛。所以才做爱修大起来，修起来时啊，好加在咧，修了咧，哈，伊迄个物件滴滴滴滴滴切落。那无啦，照安尼有著搞民主，民主是啥子民主？爱自尊，自尊啥子自尊？自己尊重自己的良心叫做自尊。自己的人叫啥？大智慧呢？咱也要尊重自己的大智慧啊！你才有法度真真正正徛于不败之地。所以咱今日呢，借好一年，一年时机也成熟啊！下来讲解着《礼运大同篇》。啊，《礼运大同》呢，啊，这部经呢是非常非常的殊胜，嘛是算一部经。大道之行也，哈。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，哈选贤与能，刚信受莫。这段已经将世间的点点滴滴讲得清清楚楚啊。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啊开始，哈开始爱《礼运大同篇》呢。来为各位讲解，合一经融合为一，所以一，哈，一最后一境界，天下太平，太平，天下为公，天下为公，礼运大同篇，啊，以一经一真理来转这个法轮，以一经的法轮来转，叫到天下为公，那无只，咱。安那变，安那变，咱先讲成功是有限。明仔咱正式进入到经文。请收看《慧心世界·礼运大同篇》。
十方甚至息，大家好早，下咱继续再来讲解《礼运大动篇》。社会无和谐，一定爱有礼，孝尊敬。家庭要和谐，翁仔某一定爱以礼做基础。爸仔囝啊，要和谐，嘛是爱以礼做基础。公司、社会，咱的做人处事、做事业，一定拢爱以礼做基础。但是这个礼，唔是咱讲互相小赏礼之礼，而是咱拍开心胸、小包容才是礼。咱去关怀他人嘛是礼。所以，种个无形之礼、心灵之礼，这是大大无其外、细无其内之礼啊。所以，过去咱中国几千年来，咱的习惯。啊，礼义之邦，足侪拢是用送物件做礼，这毋是真正确的修行方法。真正礼，就是咱大家以礼相待，我莫伤害你，你莫伤害我。我讲的话，啊，我站在互相相体谅，咱无了了得到一个礼。咱就无要放人去，那安尼，这个人是永远是失败的人。咱也要爱原谅人，不要原谅人，那么咱问题就到位啊。阿摆后果，咱爱家己去担去担。啊，前一阵呢，啊，咱有一个信徒先生，啊，伊都我那病了真艰苦，啊，奇奇怪怪病走来走去。啊，有病啊，无病，无病啊，哪有病？那伊就请示王禅老祖甲开示。啊，老祖甲开示讲，过去生你是生一时，啊，因为朋友啊，人甲你无张地，甲你侵犯着，结果你无原谅啦，出手拍死人。所以你讲讲是头壳头壳讲一边，讲死去。那么这个呢，伊就唔愿，啊唔愿呢，直直约，约这时阵来七八百年啊，约着啊，所以头壳一直直疼疼啊，一累总拢无快。哎呀，对啊，我就是安尼，只目睭一日无外头，直直疼哦，疼啊呢，神经拢无，唔知啥原因，药啊吃，盐内底无生瘤，药直直吃，下注。哦，迄、那个扫描，哦，有一个一八连堂，但是无效，老早开始哩，开始爱忏悔了啦，一直爱忏悔。你若无忏悔者，哦，你若讲药仔有效，迄就无可能的代志。所以等于呢，哈、啊，老早教讲，你家己学正者，哦，你就来合掌起来。请老祖做主，因为老祖甲你开始你的问题嘛。老祖做主，我过去生啊，一世一时，我甲人去瓜葛，无原谅人，所以我讲怕死人。这个呢，我唔对去啊，我直接忏悔，我达至以后袂阁犯到这错误，所有一切业报我愿意承受，我直接忏悔。然后呢？啊！你啊，我过去生活拍死这个万灵啊！好，我即已经知影，我忏悔。好，我所有做的功德，我认真念佛的功德，啊，做好事的功德，拢回向给你，请你原谅我。啊，咱就在佛前面头前跪咧，啊，不，禀报以后，然后呢，好，干那给你静坐。啊，静坐咧，你观想到。老祖的面头前，或者佛祖面头前，是你一个过去生和你伤害、拍死一个人，在你面头前，啊，你甲想讲啊，你头壳正平，和你讲破去，所以死去的情形、老去的情形，那么你家己一直甲回失咧。好，我某某人我唔对，好，我这当时因为恨心，
好起起来，无名所起起来，我惊甲你忏悔，好，我一定要来做好事，讲好话，行好路。好，我的念头一定会改。我即马开始所有念的佛，好念经的功德，我一定要来回向给你，请你慈悲纳受，请你原谅我。啊，你就一定甲头磕甲涂骹。啊，那你就甲你想到唔对，你就磕甲涂骹。然后呢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好，你就一直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一直甲回息咧。将近过半月以后咧，伊的头壳雄雄才转咧清气，目睭小花直直有看。啊，甲忏悔到即摆咧，已经有一阵啊。我讲你每一工若一来忏悔，这就是安怎？咱无你过去生，咱无你伤害他人，即摆欲觉欲活来啊。所以各位因因果果的代志。啊，这是佛所讲的，因因果果咧，达一步，这步拢会到位。咱唔通哦，我得到你，我就要伤害人，逼人去跳楼，逼人去死，逼人安怎？哦，这种哦，咱拢唔是做人的原则。所以咱是台湾，啊，世界嘛好，咱真侪民族嘛好，拢常常咧。啊，人呢，为了一己甲有理由，你就一定要对他人有所伤害，别个要互人死，或者看了我一定要甲伊相拍，吼，拍互涂骹磕磕脸，即使我拍死，我嘛甘愿。这拢错误的观念，这拢毋是有智慧的人所应该有诶。现在文化知识啊，遮尔丰富的时，咱爱学习。一旦原谅人，咱爱原谅人；学习，咱爱受包容，依礼受包容的时，咱就爱依礼来包容人。这才是咱人在世间上上宝贵的人生。那无这，咱甲众生动物禽兽绝对无什么分别啦。十方甚至是你是咱人生存的原动力，你嘛是咱人事业成功的原动力。咱在做生意，嘛是一种互咱考验咱的你，嘛在考验咱的耐心甲耐性，嘛是在考验咱的爱心甲智慧。所以咱万行代志咧。以礼为先，你看日本人，因为礼，啊，这个九十度的敬礼，或者对他人的尊重的礼，啊，这个礼者，或者以体为鉴，礼者看家己的心，是安尼咯。若是咱若无了解到这个真理的时，咱要做礼，我是安尼甲你动头。你对，就是看家己心，是不是？我家己有真心无？啊、看我家己有智慧无？我家己要斗阵，要做生意，或者做朋友，我一定爱先看家己的心，是不是？我多来相交换，了解朋友的心，以前爱先了解自己的心。有包容嘛，所以这咱这也是耶稣，安尼个，嘛是看家己心一大道理。所以贵国主王禅老祖时时甲咱提醒，你要事业要成功，你一定爱有礼。事业若无成功的人，一定爱先对礼家己去检讨。咱唔通干那了怪政府。啊，莫怪我啊！我换新政府，所以经济才这歹，有做的人才这多。这种想法，这种讲话的人非常无道德，甲真无自卑，甲无智慧，无爱心，佮无礼。
咱每个人伫世间各有因因果果，是按这社会，你讲哦，计则是恶作的人，还是跳楼的人、自杀的人，是按别人唔去自杀，这是足简单的道理。啊，我怪讲我事业未成功，生意无去啊，那么别人是按有生意，别人是按生意做会好势，这咱先检讨自己。咱才有成功的机会。咱若不要检讨自己的时，咱的祖公啊，无可能跟咱斗保庇。咱的祖公啊，会感觉我这个这子孙啊，那这无理，这无智慧，万人代志怪别人，万人代志家己未检讨，要安怎才跟你斗保庇？这呢无礼貌，无这个礼，不要包含的人，子孙啊。孙一大阵拢安尼时，做工要安怎斗保庇呢？假使换咱做做工就好啊。看人家己囝、家己孙，这无礼的时，你要安怎甲斗保庇？你若甲斗保庇予伊，愈成功的时愈无礼，愈无礼的时咧，一定要对着地角，一人对着地角，救助拢爱走落地角，做工爱规大阵走落地角。安尼看要安怎？所以做工啊，哪有可能甲你斗保庇，予咱事业会顺失呢？无可能的代志。而且咱伫世间，咱有辛苦，有失心，啊，咱会行路，会要做代志的时，咱若是路行唔对，念头唔对的，无力的时，做工啊嘛对咱无力。结果做工发觉无力的时，系啊，在灵魂界的概率特别严。结果呢，做官嘛先犯罪在先，因为做官并无地位，看起来子孙孙呢，哈，这样无力，啊，就安尼就对啊。做官嘛对咱共款的无力，一旦做官啊发觉起来，祖先发觉到子孙啊无力的时，今日哎安尼袂使嘞，一拖着子孙后底的人，将来未得超生甲成功。所以祖先才把你会挡掉去，无你的人事业咧挡掉，让你无生意，做袂好势，做袂好势的时，那你就袂做嘅啦。那无咧，个人到保庇，让你赚大钱，赚钱佫有权、有势、有地位、公位呐、配他那咧，做一个小小的官，还是大大的官，你的职员部下，你家你你好，冇嘛长你好，啊，差不多冇差。那无听呢，急死西窗啊开，这种个官员足济个，足可怜嘞。迄种个，哪个会成功？我也不相信。哦，所以我看足济官人嘛，也是做生意个，小可赚到一寡钱尔，偌大，虚空一个垃圾啊尔，有啥物大？有啥物臭样？所以这种个，咱爱检讨。那安尼时啊，咱会直直失败嘞。相对，咱若看一个人，哦，无力的时，这种人咱难免差别。你愈差别了，阿摆，予伊愈巩固，迄是咱害，咱有罪呢。所以咱呐，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，咱一定爱谦虚，一定爱有力，啊，有力就有底，有底。你若无力就无底，跑得出去啊！一定的道理，所以人跟人中间咧互相小尊敬的时，爱一个以礼为先，唔是红包为先，唔是官物件送一个酸椒的石头，酸椒嘛石头尔。哦，咱用安尼拢唔对去，所以大家用心情来互相小关怀，用心来放出光明，照耀着所有的朋友弟兄，互因。哈，是更加光明，头前的路更加光明，未拄着黑暗的。咱时时来祈祷，这就是圣贤之心、圣人之心、佛菩萨、神佛之心嘛啦。这也是真正真实力，所以咱用力来运作咱的社会，力来运转咱的家庭，力来运作。咱的事业的时，咱一定会走一真大条成功之路啊！
所以各位想奉承的是，咱今日讲礼运大动篇，也是贵族子王禅啰嗦啊。希望各位大家了解圣贤之心，了解着圣贤之心法啊。各位十方陈弟子，礼是咱社会和谐安定的原动力，礼也是咱国家和安定富强的原动力。尤其礼嘛是咱每个人事业成功、家庭和谐的基本啊原动力。所以古圣先贤啊，对这礼的包容是无限的宽阔啊！礼一开始无所不包啊。那么现在咱来看《礼运大动篇》哈、啊，这个原文：大道之行呀，天下为公啊，选贤与能，刚信朽木。大道之行呀，行者就是咱一条大条路，大条路嘛是行，嘛是实践，嘛是力行去做。所以咱要做一件代志，开始心量一定要拍开，爱有智慧。你咱爱有智慧的时，咱做事业才袂失败，啊，做事业才袂重担，才袂拖累他人。所以本宗门为心宗，咱易经大学全省到处各乡镇拢咧开课，为易经心法的真理妙法。咱也希望大家了解着大道。那无食，咱所有的大咧，拢讲了哦，我足有钱，好多大，足有地位，好多大，这拢错去啊，拢错去，拢错去啊啦！咱来世间咧修行，修咱心安，充实智慧，好了解着世事一切，咸酸苦涩，咱对内底来体验着咸酸苦涩。啊，这就是修道，修道啊啦！所以大道之行呀，大道者，哈，这个阴阳之道，阴甲阳之道为大道，也是易经之真理啊。易经之真理是大道啊，易是大无其外，小无其内。这中间的过程为经，一阳一阴一阳，事的一体两面，这拢叫做大道。大道是足无情的，大道不是无情，大道无情，按家己修。而说咱修道咧，开始爱对无情开始来修起，啥都无情。咱生苦病痛，拢会来，这嘛是大道，嘛是足无情的。痛就痛，生癌得摊开，得摊，一撮啊都要甲，无要甲咱保留，这拢是大道。或者咱烦恼，烦恼一层一层搁直直来，这也是大道。所以世间。一切一切的艰辛苦涩、喜怒哀乐、生老病死，拢是大道，拢是如来甲咱示现、甲咱驾驶。曾经咱就信道先生，伊是足有钱。啊，当时啦，啊，我伫台中还未办完生活事的时，因为病病较足严重诶。有一天，这夫人啊，还讲师傅啊，请你甲老祖求。假使呐，我身体会当好起来，我甘愿要倒起来先服侍，来遐食糜配菜脯，
我要来撞开，安尼就好啊。我财、名、利，我拢卖啊。我愿意将这钱捐出来。哦，那只要我身体健康就好啊。我有机会伫世间过来体验着正确的人生，好，搁在世间修道修行，结果大道无成啊！往前路早个开始讲，这是你的业力，你的业报，爱去面对的问题。啊，这不是用钱会当买到你的性命。等下个往生去的时，啊，我就去个念香。啊，去甲点一个风水的事，只要看到只企业界拢去甲念香的事，伊红晒，只甲讲出伊的心声，讲伊即马才有钱，银行人要钱要领，都已经遐么倒去啊，两间，啊伊咧，甲半一部分过，甲分落去尔，结果银行无倒去，安看偌济钱讲，在民国七十。八年之时呀，结果呢，命嘛是无留掉嘞。迄个时阵啊，哈，伊这太太伊才悟着讲，大道无常啊，爱家己修。即使到现在，我得到遮侪钱，啊，早师父叫爱修，爱修行。若无修行的时啊，你干那接到世间的名利的时，到最后来。你嘛无多解脱到你的性命、身体、性命，搁一工、两工、三工，这也是大道，大道无情，但是大道嘛是上有情啊。若是咱会晓了解，会晓修行，依照圣贤所开示的，咱的修行的时，我相信大道拢是有情。只是咱无了解大道是啥物件，无了解大道的真理，咱才会感觉哦，足无情。你若知影大道的真理，你就哦，大道有情啊！你要了解大道有情，一定爱对易经之真理来努力，易经真理来咱的研究来了解，所以咱的专心到处现在。所以積極地提倡大家學易經做人處事會安心，大家學易經啊做事工作好順心，大家學易經大人囡仔皆聰明，大家學易經呢家庭穩穩一條心，大家學易經國家社會更太平，這也是正確的大道。委員，咱大家有時間，咱共同來學易經。咱会当证明大多是友情啊。